是系台湾出口树木体影响嘅盲的，今年新山两日送马勒盖种花三条，系台湾唯一做马勒盖黄金故乡。以下共经过变的昆梅 FTA 签下去，推翻马德盖微笑停蛋，以下下工动作，业者辛苦连天，将会签出好的盘单，行出七家的品牌路，外国一百有二百个危机，今年二十六百五阿不跳八点，全面台费要强台价，强下关系。